年度大戏列场播出已接近中后期，剧中饰演林拜的陈龙被广大剧迷称作戏精套路王，一路戏精上身，套路开挂。在近日播出的剧情中，陈龙饰演的林拜刚坐上副总位子，老干部姿势被手拿相框，准备落实自己林拜先生的职场生存法则，下一秒就开始被人套路了。先是被神秘电话搞得抓五挠六，机票都被订了不去都不行，被要求保密时瞬间自黑，说一句我这人素质低。接着又是自家兄弟领着老婆捧着鲜花来求找茬，只得欣然接受并道一声做彼此的20%，套路王秒遭反套路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